密歇根大学三年级华裔学生 Kathy Zhu 今个月十四号赢得美国世界小姐大赛密歇根小姐嘅后冠，但系佢十七号啱啱收到正式受封函之后嘅第二日，就收到主办方通知取消其密歇根小姐资格。遇到争议事件，只要秉持理性而非情绪，找到言论自由和网络秩序的平衡点，就应该受到保护，对自己的言论负责。敬请你锁定星期日晚上与二台八点半钟的天下中横谈，选美室后冠 Kathy Zhu 因祸得福。